六日，钟欣桐、陈伟霆、杜文泽、雅诗以及前度的导演兼编剧麦希英亮相在第3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上，众人纷纷在背板前接受拍照。钟欣桐自休息一段时间后再拍电影，为杜文泽监制的新片《前度》担任女主角。戏中阿娇跟陈伟霆、雅诗有一段微妙三角关系，陈伟霆因拥有了阿娇和雅诗的荧幕初吻而大呼幸福。谢谢。哎，我觉得今天我是非常幸运的，因为我首先要谢谢导演，他安排了我跟Michelle还有阿娇有一些很亲密的镜头，我觉得很幸福。他是拿到自己要求的，我是想加的，现在自己要求。一直不开枪的导演麦希英一张嘴就是猛料，爆出陈伟霆在拍戏时的趣闻，虽是玩笑却得到了女演员的认同，使威廉不免有些尴尬。然后他特别演的是情欲的戏，都特别情欲。可以问一下 Michelle， 就是在你强光他们演一些生活的戏了，稍微有一点好像很俊很累一样，但是演情欲戏的时候呢，他特别努力，没有就是。